上班都开这个路，很喜欢这个路。我也是。哦，你也开车。小王上那个高德月，我还会去开车。放着不，我到新发车还是也可以，还是有机会。对，这个快，没有 stop sign。就是，其实要是锻炼了，他跑的时候也可能腿都不被拎着。对。他可以腿会够厉害。来加拿大待这么年轻，学会锻炼。开车都没法射嘛，哎，就没有这么好。